因为什么呢？就我总觉得年轻人存那么多钱去买房，你其实是在牺牲了青春，而且赌博。你在赌的是什么？就你也赌的就是我现在牺牲这么多年，将来那个回报会很好。但是我常常觉得全世界的房市啊，不是一个就它不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市场，就太多的风险，太多的变数。尤其今天中国房价涨得这么厉害的情况底下，它是不是会永远这样子？这是一个问题。什么东西的成本能比青春更贵呢？对啊，你，比如说我那么年轻的人，然后我天天看在办公室里面，为了我那个未来五年或许会有的房子，然后今天看到老板，哎呦，老板，我给你擦擦鞋，老板，您屁股脏吗？我干嘛过这样的人生呢？所以你看，这个佛教里有一个词儿啊，就是形容咱们这个世界的这个众生啊，翻译成中文叫这个叫什么呢？堪忍呐、啊。我有时候经常觉得，就说人，特别是中国人，我们能忍受的这个居住环境能到一个什么程度？你看当年上海的那叫什么来着？亭子间，对，香港的这个汤房，还有这个北京也有啊，你知道就是。就是鲁迅跟周作人闹翻的那个、那是一个两进的四合院，就很大的，很不错的。我们跑去那里看，搭满了避震棚，搭满了小房间，穿来穿去。然后，那个带我去的那个鲁博的一个副馆长，就我问他，我说住了多少人家，他说数电表。我们出来以后一看，39个电表，哎呦，39个。然后一榜爷出来，你们来收房子的吗？看中了没有？以为我们真是大家感情不一样。房子本来要卖给台湾人了，要造了，住着一个周作人的老保姆。周作人的老保姆还住在那里，写信给政协，说这个是应该是保留的，鲁迅跟周作人的故居。榜爷有榜爷的利益，对不对？对、啊。他觉得我们在这里住了多少年，你们赶快拆了给我们安置。好不容易盼到拆迁了、哎。可是从文化人的角度来讲，你要把鲁迅、周作人这个八道湾的旧居拆掉，那又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这个39个火表。其实，你没有。其实我就说，其实还是在考虑，就是我们这副皮囊啊，其实你要多大的空间来去安放？你刚刚说的堪忍，能忍到什么程度？我前一段时间我去台湾啊，我故意去住了一个胶囊酒店。日本的胶囊。对，他那个其实弄得很现代的。因为我去看一下，我觉得哎，他倒是让我思考，其实我也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就一个床嘛，你进去，而且，但他那个装修是很简约、很现代。美丽的棺材。你就有个地方旁边可以插手机啊，插什么那些，其实你也不要太多，但就是去洗澡比较麻烦。这个东西呢，我就发现，就你刚才说的那种邻里关系，你觉得是那种好像大家一个 community 一个社区，我是经历过的。就我小时候，就我在上海的时候，我们没有像你说的这个三张床，但是呢，大家在那里面住着好像都没有隐私，就也不是很大，也不是很小，是够住的。但是就是说，但没有，就你没有什么隐私，没有什么人是厨卫独用的。我可以说那里有很好的回忆，那时候大家去乘凉啊这样的。但是你现实生活当中，真的你没有隐私的生活就是很烦的，邻里之间吵架的这种太多了，就相互探听下，其实都没有那么玫瑰色彩。我当年刚分配到广东电台的时候，一个月工资99块钱。那么那个时候当然是单位里的分配给你的单身宿舍，我们那叫单身宿舍，它不是租。那单身宿舍呀，我第一次住的是个地下室，那边白天都不是，这从早到晚在滴水啊，潮，墙都是潮的。然后呢，就那么不到10平米吧，我看我们拿那个纸皮箱子隔开的3个上下铺，我左边是一对夫妻。老公呢也是我们的主持人，也是个调情的，调钢琴的，调琴师。我说什么主持人是专门调琴？他们夫妻俩在这么一个地方还摆着个钢琴，他整天的梆梆梆在调钢琴。然后我右边呢也是住着我一个星海音乐学院毕业的学美声的一哥们儿，我就住在中间。你听，哎，基本维也纳的感觉。这享受啊！如果闭上眼睛，维也纳，这家这块的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就那样，艺术细胞就这么熏陶出来，就那样，后来还都找了女朋友，就等于是三对儿就生活在这么一个地方，那真叫鸡犬之声相闻呐、啊。当然，就是也伴以非常高雅的，一会儿那边就起来了。后来呢，我又到了，给我们换了一个地儿，就是汤房，其实也是一种汤房，一间房子劈两半，倒是有墙了。就是7平方米，你知道那个时候。然后呢，
我记得那个时候用的都是那个地板革，那连地板，因为你租的房子就不会好好弄它，就最便宜的那种地板革，胶的那个地板革。广州那个夏天又热又潮，你知道我们那儿有的这个陕西的同事啊，他有个就问题啊，就是这个脚臭，不太爱洗脚，老到我那儿串门。有一次呢，他聊到现在还熏香是吧？聊完天人走了。然后我说怎么屋里这么臭呢？这么臭呢？余香人在。于是哎，我找了个痕迹。最后我发现呢，我侧着看那个灯光啊，映出来啊，我说真是这个印记宛在啊，他那个脚印儿啊，印在那个地板格上，因为有点潮。然后我就凑过去，哇，这就是臭源。那哎，就是莫名其妙。当时每家到你看这种到最后都会经常闹矛盾，就是所有人的女朋友都在打架，为什么呢？也当然这也有点这个男尊女卑了，就是常常女朋友做饭，对吧？就是都在摆在楼道，都摆在楼道。你像文道说的，那当然很亲切，你拿我个酱油瓶子，我拿你个醋。但是呢，可能有一天就是你干嘛拿我酱油瓶子不还我，就打起来了。你们现在我们开成一口四天会了。那不就看人吗？可是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对于今天我们对于租房的某种的不快啊，尤其在大陆上这么多年轻人家想想自己租房挺可怜的，除了说租房条件不好，然后慨叹自己住不定下来之外，更重要就是嫌弃，居无定所。对，居无定所。居无定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觉得这房子不是你的。可是这是一个很奇特的问题，在我看来，我觉得是中国人一个很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要想要自己的房子。对，因为你在欧洲的话，比如说像在瑞士，像在德国，大半人都租房，而且他不是居无定所，他就常租。对，租了30年，对，他还常住呢。你不要说瑞士，但是他的买房政策是很特别的。嗯，你知道吗？他真的很让人就是受不了，就他买房啊，你是不用还本金的。只要给银行还利息就可以了，因为他们的银行里面汇集了全世界什么人都往那里放钱，你知道吗？他不需要你给他还那个本金，像德国还利息，像德国把房价一直严格控制，所以你买房你没得增值的。对，你买今天中国香港的房子为什么那么多人买不断的？因为它是一个投资啊，所以你说什么这中介？你现在就是说啊，这辈子唯一没骗过你的人就是房产中介啊。嗯。让当年让你买都没买啊，现在财务自由了。我们的那些朋友要忆苦思甜，要感慨精神，今天的生活好呢，多数人会选择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小时候用多少厕所，你现在有多少厕所。哦，你明白吗？你小时候我们一算，你在最困难的时候，可能3-4家人家在用一个，人口加上去20个人。那你用一个洗手间就是1/20，这已经算好了。你有抽水马桶，那有的是用那种木的马桶，你知道，在上海这么高级啊，那么高级，你去倒倒看啊。那现在有的人有几处房子，每一处有3个洗手间，加起来他可能有10个、12个洗手间，那过去1/20增加100倍。香港是算你有几面下床，就是说你这个床啊。是3面下床还是2面下床，还是你只有那个1面下床来衡量你居住空间大不大？三面是很奢侈的。我跟你说，你4面吧。我觉得香港人就一直没脱贫过，从居住面积的角度，香港人某种程度上个个都是千万富翁。对，但是呢，你的那个房子啊，就透着一股穷酸气。为什么呢？我去香港看过他那个豪宅，什么顶级豪宅，几千尺的豪宅，你一看吧，他也是给穷人住的呀。这个几千尺、几百平方米的房子，恨不能分20个房子，就像你说的，每个房子都有个洗手间，恨不能10几个洗手间，他就是为了这家人呐，一人住这么一点点。他洗手间多，就是为了人可以多住在一起。我都比较过，你在伦敦就是最近烧大火那个切尔西那个区，
香港这边一套房子确实很贵的，对啊，但是在那边一样能够买到比香港大得多的房子。可是我想说，伦敦这个大火事件恰好就看到，就全世界这种房价高的城市的悲哀。你比如说伦敦大火，这个楼里面，全这是一个廉租房，里面全是租客。哦。而那是一个伦敦最高级的住宅区之一，对不对 ？Chelsea。然后那个地方都是好房子，然后你就只有这么一座楼是一个廉租房，然后那就是一些在别的地方混不下去，然后也还有一些包括叙利亚的难民才去住那。然后住在那呢，就好维修也不好好给你维修，就给你省钱，就搞成这样。就我觉得，所谓的租房的悲哀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有，就是当你这个城市，你要靠房产变成一种投资项目的时候，像伦敦、香港、纽约这种城市，在这种情况下，租房就会变得很悲哀。对呀、啊。你现在就是，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房价涨的这个情况啊，租金也在越来越贵啊，你也越来越租不起啊。那相比之下，哎，在这个北上广，你现在对年轻人来说有一套房子，那简直是难以想象的财富。现在甭聊什么该不该买房了，你知道，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啊，就是说。你看像你们说的很多外国人他们都是租房子的生活方式，包括咱们那个小松兄啊，高晓松什么诗和远方是吧，别样的高晓松一见我就是说你活得这么苦就是因为老要买那个大房子，买完了房子干嘛，什么诗和远方。可后来我琢磨琢磨，那也就是高晓松吧，就是说要换了我，我觉得我是特典型的中国人，为什么我们老梦想要拥有一套房子，为什么我有过多年租房的经验，可是我自己真实的感受就是，甭想我先有个房子我再诗和远方吧，我的感觉是我有了房子啊，也不耽误我的诗和远方，而我的诗和远方它不是我365天的生活常态。你在外边晃完了，中国人是不是还是觉得有种叶落归根呢？或者我这岁数不能跟叶落归，就是好像还是觉得有个安心的。中国的那个房子的这个东西啊，很复杂。它一方面呢，就是完全引进了香港这种卖地皮、抬高房价、发展商，都是香港那些发展商那套游戏规则。但另一方面，中国大城市里边拥有房子的比例哈、远高于香港，可能在全世界都算是比较高的。只要你是原来是这个城市的居民，我到西安去问过，我到上海去问过，原来这个城市户口的人80%、90%都有，好好坏坏都有这个房子。因为他们最差的房子，比方我们大学里那些助教当初那分了很小的一套房子，他们现在跑来跟我说，哎，我这个房子5万1平方了，就是说虽然其实也很小，但他心理上就觉得，哎，我好像也有现在几百万有产阶级了、哎、是吧。但是问题是你再过20年，现在就变成现在这个情况了，就是你们那些叫做早上岸的你就永远在岸上了，这些还没上车的这些年轻人呢，他就永远在赶这个末班车，怕赶不上。可是呢，回过头来再想，我觉得有时候你可以想象放开一点，就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香港的朋友，他买了一套房，他就说，他原来也跟我一样是觉得不该买房的，他觉得他也说、游遍世界，诗和远方，这个，他是想的梦想有天他迟早要去游览世界，如何如何，但后来他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活，存了一笔钱，然后买了房子还不错，1000多平方。1000多尺，在香港那就是豪宅面积，100平方了，对，100平方了嘛。然后我问他，你这房子多少钱？然后他给我个数字，我帮他就算了一下。哟，你这笔钱，你现在是预备干嘛？说要老了，哎，还是得有个地方。我就帮他算了一下，就一直可以租下去。不是，他可以找，他不是要游览世界吗？有这么一种游轮，那种游轮比较豪华，比较游轮，整艘船不超过500人住，都是一些退休老人、富太太什么。你现在就给他这笔钱，他现在这个房子如果把这个房子卖了给这个邮轮公司，现在就付出以后你住40年在这个邮轮上面，坐在船上，然后你就游览世界，你可以住40年。哦，然后上面医疗什么全都包的。然后我跟他说，这个40年移动疗养院，40年有没有概率碰到泰坦尼克号？对，你看，就我们对这种飘泊不定的这个东西总是觉得，所以你看，你们就还是不能诗和远方。从数字上来讲哈，你卖掉你现在的一个好房子的话，不要讲坐船，
你可以租很好的酒店，在全世界，香港有这样的建筑师 ，whole life， 就是你的毕生，你都可以就是这样子啊。但是你不太可能，你的东西怎么办？为什么呢？没那么多东西需要。研究历史，我得出这个结论：游牧民族已经灭绝了。人类，但是个别的还有啊。但是人类的游牧，为什么你们想过吗？为什么要是游牧好使，现在怎么都不游牧了呢？为什么整个的大趋势是偏向于定居了呢？放心，这个人类的定居，从住一个房子到全世界住旅馆，本身我是倾向于后者的。对，但是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房子它在翻倍，那这个时候你过了十年了，你旅行到一半，他500万的房子变成1000万了，那么这个旅行的人有本来的钱就减了一半了，所以这个增值是一个大问题。你知道咱们那个吴晓波老师，这是财经专家，我那天看他一个演讲，他这现在演讲都气势汹汹的哈，就是说出一些金句来，就是说他说你为什么努力奋斗还是一无所获。就是因为你老是不肯借钱买房，就是他那意思，就是说你早就应该借钱买房。你然后就说，他说我认为，你负债率，中国人不爱欠债，中国你看美国人就花未来钱，中国人不爱借钱。他说，但是应该有新的理财观念。我认为一个人正常情况下，你可以有50%到70%的负债率，那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向银行借钱。哎，然后呢，买房子，然后买了房子呢，假如你付完全款以后，你再用这个房子做抵押，然后再去，向银行贷款，再去投资。哎，我听着感觉很有意思啊。实际上，我现在看到的，就我朋友当中啊，什么这个诗和远方，都那些在写诗的人，在做文化的人，是有了一套房子，他们才真正自由了。可能一般不止一套房子。我问的有的就是在北京的哈。就问他们也是做新闻啊，或者是就写文章那些人，他们到了一定的年纪，不是有一个35岁现象嘛，都是做不下去了。然后呢，现在我觉得他们也没什么工作，我说那你靠什么活呀？平常，北京有套房，他说北京有套房呢，我就不用租房，不用交房租。他说其他的生活费其实都没那么贵，我怎么着都能活下去了。所以现在其实是你有套房才可以。所以诗和远方，咱们知道，咱们都认识一个这个作家，香港的作家朋友陈冠中，是吧？这个陈冠中上次来做咱们节目，给我说啊，他现在在北京常住，写小说。对。但是你知道他一直到今天，他在北京花的钱是什么钱？房子。他当年呢，为了跟女朋友结婚，在香港好像太古广场附近。买了一套房子，太古城吧，太古广场可是厉害了。太古城是香港的金钟，金钟啊，太古城买了一套房子，结果买了这个房子呢，女朋友又放他鸽子了，所以觉得本来挺倒霉的。可是他后来他说，我就是靠卖了这套房子，一直我在北京不用干别的，就是靠这套房子一直在北京维持我的生活，才有诗和小说啊，没错，一直在创作呀。你这样再说下去，那租房的人不是更郁闷吗？我一点都不觉得郁闷，我觉得恰恰是你们都还不够远方。就你如果你是想着留在北京，觉得我有套房子，于是我生活很自由，我生活很低，你不一定要住在北京啊。我是随时预备可以去里斯本、里约热内卢。你怎么不是什么通州啊？什么也可以啊，但对我而言，整个世界都是我能够去的地方。我也想去，就干嘛大家视野那么狭窄？上海那个时候有试过，说是在郊区点的地方呢，用一些什么商住房什么，让外地人可以在那里买，可以住，想分解一下这个就是市中心的这种很拥挤的程度。盖完以后就发现，你看它这个交通的规律就不行，它那个地方就变成他们叫潮汐房，就是说像潮汐一样，这个人在白天就出去，晚上才回去，都是在睡觉的，还是在市中心。对，你没办法。现在中国的实际情况，包括在香港，大部分人哈，他是如果买得起房，他就买房。一般暂时买不起，梁文道这样的例外了哈。他暂时买不起的时候，他租房。我的问题是，有没有这种？我们撇开经济原因不讲，我有钱，但是你选择买房还是选择租房？你明白吧？我租房我还可以换，买房就是结婚呢，租房就是交朋友哎，买房还可以租出去啊。
那你老换着租房，是不是乱搞男女关系呢？那没有，都每次都很认真。对啊，我也觉得这样挺自由的，而且我真的是觉得香港，你可能你有，就是你们签合约方相对来说对租客还是有保护的。在国外，很多人他可以不断租房，也是他的那个政策对租客的保护特别的高。是啊，他不会随便就赶你走。嗯啊、这边呢，他有个不安全感。有时候就说美国是租客厉害，租客不走，哎、对业主没办法。对的，对的、我那次跟那几个朋友聊的时候，就是说到他们在北京有套房，那些文人啊，我们那时候正好在那个澳门就参观，你知道有个叫郑家大屋，郑观应嘛，有一个郑观应写那个盛世文言，对，他就是那个时候呢，他是在上海一开始做买办啊，学英文啊，这样那样，哎，最后也是弄得就一无所有了，回到老宅有套房子，写出了这个啊，这个皇上都要批的。这个经世醒言，他当时就是说看他对中国看国外最先进的这种这个思想啊制度等等，他写了一套书，所以我们看了大家都说最关键文人呢还是得有套房，真的。那你房子在哪嘛？你比如说我去意大利去 Siena， 我算一下，我住在以前但丁他们家旁边，比你的刘嘉玲怎么样？比这你香港一套三四百尺的房子，在那我买一个小庄园。我为什么不去那儿住？去欧洲看地产啊，真是气死！我就价钱一算，你就我就常常因为这个理由，我觉得我干嘛在香港买房？我是一个随时我东西一搬，我去哪都可以。你没有下定决心走呢？我随时可以走，我不是下定决心不走。我觉得当然下得了。我如果说明天，哎呀，有人跟我说，哎，梁文道，你以后节目也别做了，那我就收拾包袱，我就去了。哎，所以对我来讲完全不是问题。他才是那个诗和远方。你比如在你说的这个也挺有意思，香港有一对明星夫妇啊，我就不说人名了，就是不是没钱，两口子每年都能挣上千万美元，但两口子就是立誓租房。哎，真的就像你说的这样，好，我要是靠租房为生啊，今天我可以租达芬奇曾经住过的房子，明天我可以租谁谁谁拉斐尔住过的房子，对吧？他当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可是我老觉得啊，就说是不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中国人，我总觉得得有个自己的地方，租的房子啊，我租房生涯长达20年，我从来没觉得那是我自己的地方，我不能获得这种感觉。你以为你现在买的房子是你的地方，其实那个是70年有产权，你也是租房。国家会有安排的，对，会有妥善的安排，国家会保护我们的啊，没错没错，国家都说了嘛，好像上次说70年之后就是加了好几条，可以延续哈、这个不附带条件，放心，相信国家，相信国家是有安排的，来来来。你看当年上海的那叫什么来着？亭子间，对，香港的这个汤房，还有这个北京也有啊，你知道就是那有，哎呦，就啥呀？八道湾就是鲁迅跟周作人闹翻的那个。有个叫郑家大屋，郑观应嘛，有一个郑观应写那个盛世威严。39个电表，哎呦，39，然后一榜爷出来，你们来收房子的吗？